一句话让好哥们彻夜难眠。开点车吧，睡一会儿。那个陈姐没睡着吧？我有点事儿想和你说。啥事儿？你说呗就。哎呀，这不说了不好。赶紧的啊，别磨叽。就是在这个场景，我有点说不出来，可能得需要点勇气的加持。就是那种整点黄色的液体，陈姐。对。陈姐，你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前女友叫张张吗？怎么了？有一天晚上下老大雨了，他哭了，哭了给我打电话啊、哦！我打十分钟电话，哭十分钟。啊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然后你猜猜他咋的？咋的了？到底？他跟我说了个大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没点串啊，陈姐。咋的了？赶紧说。让我12点半半夜12点半的，让我上桥边找他去。你去没去桥边啊？每天我帮我拿鱼过去。咋的了？没有酒了，陈姐。行啊，最精彩的部分来了，陈姐、啊！哎呀，咋的了？到底啊？人太多了，陈姐，先把蛋买了就完了。你会讲吗？行、啊。陈姐，完了，那个时间也不早了，跟你搁家吧，不用你送我了。你前女友？啊？啥？张张，桥边咋的了？到底啊？啊啊！那啥，我去了桥边。然后呢？带了个孩子来了。多大个小孩啊？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，陈姐。那啥，那有个电动车，你先扫了。完了，俺俩都喝酒了，别开车了。你扫完电动车，我告诉你。我他妈告诉你啊！这把我扫完电动车，你他妈再不告我，我指定干你。这玩意儿能睡着觉吗？38度6